院长王金平先生，请欢迎女将洪金平先生。台南的兄弟们，学长。很荣幸的当老先生，一路接引。那一贯的穿过中国的那个老先生的历史历史，那个因为勇敢，那个老先生，那各位老先生，各位样本书。各位那些朋友，各位那些乡亲，那些小老弟，啊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在水中央都是服务于市民，一直到咱的国宝，是咱中国的民族荣耀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咱老太爷，各位乡亲。小的来说，那刚学的，一看都，那么这个道理。
边有心，那边有病。那么从这边来听歌，从这边来洗心。那么一旦成功，把心经这样子讲，达到不得修和，达到净化冰心，化一切苦厄，正当实难，被剥离的心地，那么如菩萨被人教化起来，那哪个人记不了？他坚心发迷。